这熟悉的包装，熟悉的 logo， 难道里面是新款黑沙四？对呀，作为我们家的男人，当然要拥有第一台黑沙四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赶快打开看一下，跟我的三有什么不同？哎，四的造型跟我的三完全不一样哎。除了外观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升级哦，你转头找找看。是的。这上面有两个肩键，哎，这个机械肩键摸起来非常的顺滑，我现在就要开把游戏试一下。那鹏鹏，我要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哦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今天你问什么我都好好回答你。好的，第一个问题，鹏鹏，一看你平时就经常打游戏，那你水平如何呢？作为黑鲨老粉，当然是各种游戏样样精通啊。那作为样样精通的游戏高手，平时会玩哪个游戏比较多呢？这么完美的肩键，当然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。这个肩键手感真的是太好了，之前3 Pro 没抢到的时候，我就特别想试一下这个升降机械肩键，果然很神奇。哎呀，剧透太多了。哎，再等一下，再让我打一会儿，我保证不剧透了。黑鲨4还有很多新爆点，在发布会现场我会给大家一一揭晓，大家发布会不见不散哦。哎，别走啊，不说好给我吗？